而在北加州，这里的志工大多是高科技人才，大家发挥科学的专长来布置场地，更透过公站活动，在轻松的气氛当中介绍瓷器，让更多人认识。一佛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瓷器日快乐，阿弥陀佛。刻意用中文为这场浴佛典礼祝福，北加州慈济人用心耕耘得到认同，不单是法师，议员也送来感谢状。红十字会董事佩蒂是第二年来参加。As everybody was singing and they were swaying back and forth as they walked, I don't know, I got tears on my eyes. It was so beautiful. 前一天才领到会医志工服的潘志成，特地带着一家人来。太太在去年罹癌，慈济人的关怀让他能够勇敢面对，也相信有愿有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发愿虽然发得很大，什么世界太平，什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，可是很多人加起来就可以做到。同心向前，庄严的场面就是志工同心同力的成果。活动前一天，黄仲元师兄抱病承担音控组，地上的白线更是大太阳底下，师姐们双脚跪地一一完成。七、三、今年还特地安排了公站游戏活动，以环保再见为主题，鼓励大家全铺满，汇集善心。